每日亲近神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亲近他，得着亮光。出埃及记第二十八天，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五至三十一节，凭信心得救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，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。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，他们就跟着下去。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。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，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，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。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，一边黑暗一边发光，中夜两下不得相近。摩西向海伸杖，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，水便分开，海就成了干地。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，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。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。到了晨更的时候，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，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，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，难以行走，以致埃及人说，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，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向海伸杖，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。摩西就向海伸杖，到了天一亮，海水仍旧复原。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，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，水就回流，淹没了车辆和马兵。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，连一个也没有剩下。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，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。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，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。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，就敬畏耶和华，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。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三件关乎神的事：他的大能。以色列人面临两面夹击，前是大海的阻挡，后面则有法老的追兵。在这样进退两难中，是神拯救他们。神用云柱把他们和法老的军队隔开，然后把海水分开，使他们能在干地上过去。直到今天，神的大能仍然是没有限制的。他的慈爱。神之所以拯救他的百姓，是因为他爱这群他所呼召的子民，并且要实现对他们的应许。他的能力是那么的大，没有任何的势力能把我们与神的爱分离。他的审判。埃及人从起初便心里刚硬，忽视神借摩西所传讲的话，最终让自己植入神审判的洪涛中，得偿恶果，何等可怕！神的审判在今天仍是那么真实，我们若违反他的命令，就是自招困苦。神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，这看似不可能，但他们却仍往前走。而让他们克服不可能的三个因素：顺服神所吩咐的去行。对于神所吩咐要往前走的命令，以色列人真是困惑异常，但只要肯顺服神的命令，向海一伸杖，
神迹便出现，他们竟能在海底中行干地，故凡顺服遵行神吩咐的人，必得着神的应许与拯救。经历神差遣使者的保护，在旷野时，神的使者借云柱火柱带领以色列民，这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他们，另一方面则是光照他们，使他们不走错路。同样，今天我们有圣灵作为引导的使者，引领我们走前方道路，为我们带球赐力量，使我们走在神的旨意中，得享安全稳妥的保障。神主权的确认与行使，以色列民经历神借云柱火柱的保护，以及摩西遵守神命令伸杖，海水就分开成墙垣，这都确认了神的主权是何等的大。神的胜利是完全而彻底的，神配得至高的荣耀。第31节，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，就敬畏耶和华，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。信服与阿们同一字根，意为真心诚意的支持。以色列人看见过红海的神迹，就敬畏耶和华。耶稣说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所以我们虽然不曾亲眼见过，但这就是对我们信心的考验，愿我们能真心诚意地信服神。导读神的话，出埃及记14:18-31，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。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，就敬畏耶和华，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。阿们。是的，神啊，当你用海水使法老全军覆没的时候，哦主啊，埃及人就知道你是神了。主啊，有的时候当我们看见，我们要看见你的作为，我们才知道你是神。主，正求你自己帮助我提升我的信心，让我不要看见就可以信。阿们。谢谢主耶稣，让我们不仅仅是用我们的眼睛看见，因为当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之上得荣耀的时候，主你是彰显荣耀的主。Amen。 我们就看见主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发生。阿们。主啊，当我们敌人，当我们周围不信主的人，主啊，他看到主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的时候，他们就把荣耀归给你。Amen。 就知道你是耶和华了，你就是独一的真神，你的是爱的上帝。主啊，是的，你是那慈爱的上帝。主，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看到仇敌的失败，看到你在仇敌的身上得荣耀，哦主啊，我们才看见你的荣耀。哦主啊，主，求你自己带领我们成为那个得胜的人。哦主啊，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的仇敌的身上得着荣耀。阿们。主耶稣，你在仇敌的身上得荣耀，是因为你战胜仇敌。Amen。 为此我们向主你来感恩，因为你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，就是叫我们可以敬畏耶和华。Amen。 主啊，你歼灭仇敌，为叫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应该敬畏耶和华。是的，我们应该敬畏耶和华。不但我们敬畏耶和华，让周围的人看到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荣耀的时候，他们也敬畏耶和华。Amen。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。Amen。 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愿神祝福我们。